自己要当心啊。那我走了，姑妈。要当心啊。是不是小李子跟您说什么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来的？你能来，我不能来。这什么地方？这都什么人？这是慈宁宫吗？啊，寡妇大院。这儿住的都是嘉庆道光爷的几位妃子，皇上在世的时候，三宫六院的，他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皇上的面儿。如今，他们捡点零绸子、碎缎子，绣个荷包，做成悬面，叫老太监偷偷摸摸拿到外边换点零花。那是我姑妈。嗯。